好，杀死格里芬龙。格里芬龙两只，我们从最远的开始，射头好了。再一次，欸，好像射错了，应该是这只才对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耍了白痴，射错龙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两只射完了还没结束？好，格里芬龙群再射一次。好，先认好它的样子。好，才不会又射错。这只，应该这只才对。这边还有一只，休想闹跑！好，超远的箭，一箭穿心，咻！这难度有点高，因为它射箭的速度没有像枪那么快。好，鹦鹉嘴龙。是嘴巴很像鹦鹉的嘴。好，这要射死三只哦。先找一下三只。靠，它距离都还蛮远的。两只。好，找到了。先来这只。射中心脏，一箭穿心。好，再来是亚伯达龙群。哎呦，先解决近道了，再来。蛋，冲过来了！嘘 ！Oh my god！ 这是一箭都不能miss掉啊！再一次。哦，这边。有新的枪哦 ，NC04 战斧。我们来试看看那只 NC04 战斧。好，翼龙群。打一只。好像没有很厉害哦。他是会发射毒气吗？
那有绿绿的烟跑出来。圆。至于这么圆，花生爱。可能要再近一点。好，这只，对，咻，咻，它应该是被毒气毒死掉的吧？199块，嗯，没有钱。好，现在升级一下猎弓。